平都在后面上。好，林夕来了，刚刚获得平衡木箱的金牌。快速首翻1008，间接连接，后团两周，前180，你看他动作有多干净，脚下一点多余的步子都没有。后屈的两周，离奇这两队选手，他的预赛第一名，他不是全场最高的难度，但是他当时呢是用最好的完。